就这个背景。 这个你可以倒过来嘛，这个做清水处理嘛，这是过清水。你看，头发它这么打转。确实是好头发嘞。是吧？ 你说自己的头发都未必会有这么，你看，你可以拍一下，这个钢尺是这么密的，一样的。 它都可以自己滑下去了，很柔顺，好柔顺。好，可以。这个是已经洗完，加上去已经洗完10次之后。 然后你再看盆里面的水，它也就是一小根短的，OK。